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日常生活频道。今天忙碌一整天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可以跟你们一起做傻事的一个小时间啦、好不好？小时光。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况，差不多早上八点上班，八点上班之后呢，五点下班，下班完之后呢，吃个饭，洗个脸，对，然后去学校上课。那去学校上课完之后呢，满堂没意外的话是10点10分20分到家。那到家之后呢，才会到现在这个时间。没错，啊，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难得的，可以一起做这种做傻事的时间到了，忙了一整天，终于好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那你们知道台南什么东西最多？最近很夯，蚊子。没错，台南最近增加到了8000多例啊，登革热的案例8000多例。那你知道我住哪里吗？你们知道我住哪里吗？没错，就是台南。那我们要怎么防御自己呢？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摆正法，好不好？把自己，你知道，防御一下，做一下防御攻势啊，对不对？相信大家玩那个四季点我都很厉害啊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登场我们的摆正需要用的东西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买了这个香茅油精。那香茅油精的功效是干嘛呢？它可以驱蚊，哎，没错，对，没错，它既然有这个蚊子的标志，应该就是一个驱蚊的效果了，好吧？虽然它没有明显，那就是这个道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驱蚊。那你们一定会很疑惑，说这上面怎么缺了一角呢？照车子拍一个，没错，那个被我爸拿去他们的工作的地方用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有这些我们已经足够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马上先帮它的那个飞尘膜给撕掉，才是正式启用。还可以接受。好，那我就开始撕这层膜吧。无力啊！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不止蚊子哦，我自己都快被熏死了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就来进行下一个步骤吧。我们来摆正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投放这个阵法到我的电脑桌。好，这样就不会被叮了。好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的，那各位观众，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阵法已经摆放完成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全台湾的人民呢，可以度过这个登革热这个爆发期哦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都平安。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为止啦，See you。